好。他们酱油膏一样的，我装成一包可以吗？嗯，这个你直接帮我淋，然后这个另外，另外对对，好，我等下吃。好，那你拌完这个，你有要辣椒还是蒜头吗？要，都要。都要。对。好，我还有黄芥末，你要不要？不用。不用。嗯，好。那藕桂就原味。藕桂原味吗？嗯。是也是有辣椒吗？如果你要，我就放。好啊，好啊。那那个什么，北海道跟阿华田送的，一只就好吗？对，一只。有要搭配冰沙或奶酪吗？不用。这样80，要饼干还是用塑胶杯？塑胶杯比较不会滴哦。还有你不够啊。用塑胶杯好。塑胶杯，给老板。没有了，还有那个。50块呀！一起，一起选。对。你好。选一个。哎呦，那你好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八两鸡，对，跟三两腿都是我们的招牌鸡腿、哦。但是只是大小而已、啊。对，差在大小。哦，那这个好了。要一只吗？对啊。好，配这个。好，那稍等啊、哦。要等多久？等的话大概10分钟左右，这样83元。好。好吃吗？啊，给妹妹一口，给妹妹一口，给妹妹一口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要先把你看你妹妹的脸。妹妹想下来。有哪个可以吃一点点巧克力吗？啊、来，这都可以吃，你不要这么小气、哦。对，这是阿华田。来，妹妹。因为而且它是樱桃。哦，太大口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刚刚买什么？哦。虾仁，那我们坐在一个地方吃好啊。然后我要等他的炸鸡，因为我刚刚经过那个，他叫炸鸡洋行，然后生意很好。然后我觉得他闻的那个炸粉的味道很香。好。啊，快点喂妹妹啊！你妹妹要吃了。我再给他拿个汤匙。好。刚刚在下来的时候，已经坐好了。那边在抽烟。低了，姐姐，你看，超大一口。哎呀，快点，先帮他擦一下。哎，哇，好舒服！你们在吃什么？吃冰。哦。还有刚刚买的这个虾仁吧。好小颗哦，那这不就是还是很适合你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喜欢吃这个这种小，这个算什么？这是真的。对，你妈妈比较好。因为你不喜欢吃假的。口就没了。蒜味蛮重，然后皮也就是咕噜咕噜的，滑嫩滑嫩的，送。这么热的天气，吃虾仁霸王。那我觉得味道不错。这么热的天气吃虾仁霸王，你这句话有点怪怪。是因为我在很热。你刚刚好像才吃过小卷饼。还有汤。那我觉得这不错。它其实它小颗不会有太多负担。我要说它的皮不知道为什么就很鼓励、你可以把一颗吃。妈，这你吃，你吃，剩的再给我。很饱哎、欸，我吃很饱、啊。而且我等一下还有炸鸡。买超多吃的，哎呦，那你要不要吃一个？我蒜味跟辣不行。虾仁霸王要不要吃？真的、哦，还要吃虾仁霸王？真的假的？
辣辣嘛。等一下我给你炸鸡吃。嗯，吃炸鸡好。我在体内正在滴水。这件衬衫真的超屌，防风，不透气。啊！然后不防。啊，没有，等一下给你吃炸鸡，这个辣辣的。不知道有没有加辣酱？辣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空心啊，冰淇淋在卷的时候就会这样子啊。嗯，先给我一次，我自己挖好了，好不好？妈妈用，妈妈用，妈妈用。来，妈妈擦，妈妈擦，快吃，快吃，你先吃。哎。算了，太小气了。不用，我不要，一口就好了。那我量一下而已。好了，我哪知道全身都是。妈有，妈妈有，要吃要吃。哇，肉肉。哦，这不是肉肉啦。芋头粿，对啊，你吃看它芋头好不好？啊！我先吃一口。我的虾虾。等一下哦。真材实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的手一下搓。这里啦，那个辣辣你不行。对啊。就给你。啊。谢谢了。哦。很扎实啊！哇，老婆就吃不停了。对啊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，好香哦！这是就是我看到他每个年轻人都买完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吃。年轻人。对啊。只有年轻人而已。这个是他推荐的这个炸鸡。谢谢。好，等一下帮你穿哈。哇，你闻那味道就是跟很熟很熟的味道。这炸鸡，它很像那个顶呱呱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薄皮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不是？爸爸，爸爸。哦，这个，你看这个肉跟鸡。给他一口，给他一口，给他一口。不要饱了。让他下来。弄了。他下来。我来试试看，吃看，我来试试看。妈妈，那你穿鞋鞋，穿好鞋鞋再下吧。对啊，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沾糊，没有撒。这不就是顶呱呱吗？对不对？这是完全没有撒糊。哦，我妈她这肉很嫩的。很嫩。它很嫩的。很嫩。要穿鞋鞋才能下。它有点像是滑过去的那种感觉。哥哥来吃那个鸡肉，真的很好吃。我咬一口看，过来。这你不吃你会后悔，真的。狗狗，你在怕什么？哇，这么小只！快点，这个鸡肉真的很好吃。你看哦，先吹。来，这样边，来这样可以，小口一点咬对，对。你有咬到吗？很 juicy 对不对？要不要再一口？来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对啊。来。狗狗。你看，你妹妹看到狗狗就要冲过去。何况它是那种那么小的狗，然后这个嘞，这是给小朋友吃的，你不要再吃了。哦，这给小朋友吃的，对，这才是大人的口味。辣鸡翅，我等它比较不胖的时候，先帮我把它收起来，对，对，给他们吃。哇，好红哦！它完全不是粉哦，就是它就是已经是腌制好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它没有撒任何的东西。嗯，有辣，哎、欸，它这真的很嫩哎，真的很嫩，真的很嫩。那这肉多了，给你先咬。哇、欸，喂、哦，不是不要吗？嗯、啊，好吃对不对？烫。这先帮我拿着，谢谢。嗯、啊。再勾在头上，看不到。好啊，妈妈嚼。好，先勾着的。它的那个酱味，它的腌酱本身就还蛮重的，这口味蛮特别的。至少我们在台北找不到这样子的东西。
没有啊，它叫炸鸡洋行，台北不是有炸鸡洋行？有吗？还是我们都没有？是你连锁店什么？但是我跟你讲，它这个哦，对了，它这刚刚我们这鸡腿叫三两腿，然后八两青是更大的那个鸡腿。哦。然后它这叫双节辣翅，辣翅这个就还有两粒马铃薯跟香酥小鸡。两个这两个很聪明，去坐上面，我们两个蹲在这干嘛？好了，那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这就在那个邱家小米粉的对面，邱家小卷的对面，对，好吃，推荐，也是吃到一个好吃的美食。好，那我们要聪明一点上去做了。